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讲座，我叫旭伟，今天的题目是追梦不言迟。好，我们开始吧。首先 讲一下啊，请大家不要录像跟录音，因为我会提供录像录音，而且这里有版权问题啊。本讲座分为三部分啊，第一部分是讲为什么追梦，第二部分跟你告诉你怎么样用科学方法去追画画的梦。当然今天我们是科普讲座，不是上课啊。最后一部分就是 QA， 就回答你的问题啊。首先欢迎你来这个讲座啊，你参加这个讲座说明你或者你的孩子对画画感兴趣，当然我是非常非常高兴你是位行动家，而不是说只是坐在那边啊不采取行动的人，所以给你一个大拇指，谢谢你。现在来讲一下我的背景。我从复旦数学学士开始，后来读了浙大硕士，数学硕士，然后跑到美国是读了数学 UT Austin， 读了数学计算机跟航天工程的本科博士。然后在过去十几年里，我在中美啊几所大学做全职或者兼职教美术啊。因为我首创独创了一套新的方法叫科学方法，所以我就写教科书，这个书在美国美院做教科书的啊。韩国媒体采访我的时候给我一个评语，叫我是现代文艺复兴人，所以我就把照片放着。从2012年开始，我在一个叫国际动漫节的大型国际会议上做连续做9年讲座啊。这个国际动漫节是国动漫节的龙头老大，今年是第50年了。然后2014年我是评为华人杂志封面人物啊。我平时做了不少讲座，那我现在想告诉你回顾一下上一次讲座，大概3个月前吧。我讲座上次讲座的题目是高效学画不是梦，然后里面有不少话题，我想把其中一两个放在这儿。有个话题是为什么小孩需要学画，而且是刚需。因为我们都知道大脑有两部分，左脑跟右脑。如果你想发展左脑，你得学数学的逻辑，就是发展左脑的。那发展右脑怎么学呢？那就学画画，画画是帮助你发展右脑的。所以说对孩子来说是绝对是刚需。那对于大人怎么办呢？其实大人来说并不是刚需，当然是大人是一个好东西啊。就是说如果你学会画画以后啊，就说就像化妆品一样的，你化妆跟不化妆是差很大的。有了化妆品或者你学了画画以后的话，你的生活就不一样，你的艺术气质，你的生活的方式，你的看问题的观点都通通不一样，就是一种锦上添花。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从油盐酱醋提升到琴棋书画的一种境界，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不是刚需。那今天我们跟你讲的课题话题是追梦啊。追梦的话就是我们当时讲追画画的童梦，那我主要是讲怎么去追啊。然后是今天的目标听众是观众是，就是说你想学画的成人，或者说你家里面有11岁以上孩子的家长，那都是希望你听把这个讲座听完了，对你会有帮助。那我们讲一下童梦。其实每个人都有个梦，就童梦啊。童梦的话，当然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一般来说，童梦都会是文艺方面的，比如说你想当演员啊，当舞蹈家、唱歌的，或者是当画家，都是一样的啊。很多不同的童梦啊。那我至于啊。基于我以前的那个 survey， 就是那个问卷调查，我发现参加我讲座的人一半以上人都有个童梦，就是都是画画童梦，都以前曾经想做画家小时候。那很可惜，我们长大以后基本上都不是画家，都是做各行各业的，没有做画家的。当然就是并不是不能去做，就是说只是说什么时候去做的问题。也许有的人是永远不会做，那就是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那有的人可能是去实现了，可能时间迟一点，但有人会早一点。问题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去实现这个梦想啊？当然很多人有很多理由啊，就是说听的最多理由就是我要等了，等到哪一天，就等到我退休了，或者等到哪一天我怎么了我去做，我就要一等功名，因为等了太多，一等再等。那现在我跟你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大概2006年左右，我们美院来了一个做个画展，然后单人画展，那个画家是一个美国人，是一个白人，他是大概60左右一个男的。然后他画得非常大，非常漂亮。然后我们知道他经历以后非常就是很有趣的经历。他是大概
之前几年吧，医生诊断说他有了癌症，就是说你换句话说你的生命已经 没多长时间了。然后他也当了这个听到这个消息，我想可以想象，如果你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感觉。然后对他来说，他就想生意已经做得非常成功了，那剩下有一件事情没做，很遗憾就是童梦没实现。所以他的童梦也是画画，等于说他就马上把公司给卖了，又生意不做了，又没意思了，然后就去学画，去画画去了。结果他学画以后吧，医生又告诉他了，对不起，我们误诊了，你没有癌症，完全是个误会。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对他来说，我想路已经没法再走回去了，因为他公司已经卖了，生意也不做了，他只是画画，对他也不是遗憾，因为他发现画画太有意思了，就是他也不想走回去，就开始画画了，结果一举成名，成为画家，这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当然对我们来说，或者我们普通来说，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个逼到那个绝境，就是告诉你没有几天好活了你再去学画，这没意思，就我们完全可以在提前学画。就我们的人生来说，像电池啊，有不同的充电量，就不同的电量，现在我现在画了五个不同的电量啊。就如果你是人生，如果你假设你可以活到100岁的话，你可以想象你目前在什么位置，就是说第一个的话是0到20，第二个的话就是20到40，然后40到60，60到80，80到100，然后你目前在什么位置？我觉得你不需要等到你到60、80或者80以上才下定决心，哎，我去实现我的童梦了。如果你能够越早的话，应该是越好。为什么？因为享受越多，而不是越少。因为你可以，就是说真正enjoy 那种童梦给你的快乐。然后如果你现在正好是才20多或者30多的话，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开始了。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时候就是精力正旺盛的时候，完全可以去实现童梦的。那如果你是年纪大，并不是说没有期望，只是说你到后来越可能阻力越来越大了，因为你身体原因可能越来越大。但有人可能说，哎呀，我是想实现童梦啊，可是哎，很多有问题啊，比如说就像你看到这个山很漂亮啊，这个很高的一座山，我爬不上去啊，因为我前面好多阻力啊，很多很多阻力，我上不去，我没有这天赋。比如说第一个，我没有天赋，我画不了，我学过，小学学过画画，我画不了，这第一个原因，这很大的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没有时间啊，我是上班族，我朝九晚五还有家庭，那这么多事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学画，我据说画画又非常非常花时间的，我肯定没法学画，这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可能说，哎呀，我年纪已经偏大，比如说有人可能是真的偏大，就说我这么年纪怎么可能学会呢，我学不会了，已经年纪这么大了，那只能让他遗憾的，这第三种原因。第四种原因就是说，哎呀，我没有这个钱。我再等等吧，等我有钱以后再来学，对吧？我这也很正常的。那至于哪一天什么有钱也谁也不知道，就是说这四个原因。那今天我想跟你分享一下，就是跟你解析一下这个四个原因，其实都不是原因，你完全可以克服。我当然我就会教你怎么样去克服这四个原因，就这个四个障碍，这个四个障碍应该不难克服，你完全可以，你的梦开完全可以就现在就可以开始。首先看第一个原因，你需不需要天赋，画画的天赋。我跟你这么说吧，画画的确需要天赋，如果你想成为顶级的画家，你需要天赋。像皮卡索像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或梵高，他们都有天赋。但我们普通人没有天赋，包括我也没有天赋，就是我们是没有天赋的。所以你如果作为天赋来，大概我们都没有天赋。但不要紧，为什么？如果你成为一个，你想成为一个普通画家，就像画画，就是能够画普通，不是说靠他去那种卖大价钱或者做生存的，你这只是做业余型的业余画家，你完全不需要天赋，你完全可以学得会。就像比如你现在是不是做个会计，你觉得你是有会计的天赋吗？你肯定没有，你只是做会计这个工作，道理一样的。如果你只会成为一个普通画家或者就是画画了，应该不需要天赋。当然这里还有别的问题啊，我等一下会再讲。那这个问题就是说，画画难吗？如果画画很难的话，当然你再怎么学也没用。画画难吗？我跟你说，画画的确难，当然难的话有理由的。OK， 给你看个几个例子啊。这幅画的话，这个图片是我教科书里一张标准的测试，一个梵高头像测试。然后来上我的课的同学，我都要叫他们上课之前先画这幅画。那这里是四个普通的，就是成人学生画的。你会看到这个成人学生真的不会画画。这个四个学生一点都不会画，画出来样子真的是糟糕透了，真是啊！当然这很正常啊，绝大部分人啊，你哪怕你小学学过画画，甚至中学学过画画，如果你这几十年你没碰过画的话，你估计画出来也就这个水平，就非常非常低的水平。那你可能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实上就是这样，因为画画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你做个专业分析，我用我的方法专业去科学分析一下的话，你会马上发现他们里面结构是错了一塌糊涂，就你们脸部结构错了一塌糊涂。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画看上去很难看，因为他压根就没有把握住里面的科学结构。啊，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他们没画好，但这种很有原因的。为什么没画好呢？他为什么不能画好呢？其实就是我们传统学画是凭感觉的。既然我想我们作为中国人来说，我们都知道凭感觉做是什么感觉。就是说我们在座可能是有人会喜欢做菜，打个比方，中国的菜谱是标准的，就凭感觉做事。比如说中国菜谱是这么写。什么东西几克，当然后面就是什么东西少火少许，油少许，盐少许，或者什么少许，然后是小火或者中火，大概就这样去描述一个做菜过程。如果你这样去教人家的话，你可以想象，就是说老师也难教，因为他说少许，那学生很难学什么叫少许啊，因为我怎么去抓个东西，什么叫少许，就很难学，很难复制这个东西，所以到训练效果就非常差，就是说效率很低，那成功率也就很低了。但如果你生活在美国的话，你会发现在美国这边烧菜不是这么烧的，他的菜谱的话就西式菜谱完全不这么写的，他会教你就说什么东西几克几盎司或者几个 tablespoon 几个 teaspoon， 然后烧几分钟几度 什么温度，因为他整个过程都是非常非常科学量化的，只要你去按照他做就行了，就说你不需要任何天赋，你只要看懂菜谱，你认识字，认识量杯，认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做成功，就这么简单，就是你按照他做就行了。那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启发，因为当时的话我到美国以后我才发现原来做菜可以这么做，不需要天赋，你也可以做成菜或者做一个蛋糕都行。我这方面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怎么做蛋糕，就是做蛋糕，我是第一次做蛋糕，人生第一次做蛋糕做得非常非常好，就是因为用科学的方法。那有了这些启示以后呢，我在2005年左右就是说开始一个研发，这个研发叫 smart， 就是说 smart 的意思就是说前面的加号，就是说把 S 跟 M，S 是 science， 就科学跟数学加到 art 里面去，就 art 是什么艺术嘛，叫 smart。所以这个字的话非常有趣啊。当年我发现这个字也是，就这么想哭出来，因为这次太有意思了，像上帝创造的这个字，就 adding science math into art， 就 smart。那这个方法从2005年左右开始研发，到2009年的话就成功了，研发成功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在艺术学院内部做内部交流，叫教学。然后到2011年的话，我把这个就通过教学，然后通过研发以后，就把这个工作在全世界那个各个国际会议上发表了，还有杂志上发表了。然后2012年就写成英文教科书，就说英文版教科书，就瓦里出版了。然后一年多以后呢，这个书在中国大陆，在北京翻成中文，我自己翻的，翻成中文出版。2016年呢，这个书变成就英文版变成美院教科书。然后2020年也是个 event， 就大的一个事件嘛。2020年的话，我这个教科就是说在全球做网课直播了。就我的一个梦想就是说，让全世界能够想画画都能学会画画，因为你们学得会。那是 smart 这个结果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它就是一套，这是一套理论跟一套什么画画的一套实际方法。这个方法的话有很多特点，那我跟你简述一下特点。首先它不需要天赋，就像做菜那个西式菜不一样，你不需要天赋，你就跟着它做就行了。然后这个方法是给零基础开发，就是如果你没学过话没关系，就是给你开发。但如果你说我学过怎么办，那你可以学，这并不是说你不能学，包括美院教授也可以学，没关系，对，美院的学生跟教授也学，所以不是说你学过就不能学了，就是你学过，因为这个方法是个全新的方法，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当然这个方法会有一个它的局限性，就是说因为它用了科学方法，就是说你必须懂点科学，你不能说什么一些基本的 sense 都没有，那就说那种但就是很难学的。所以说有年纪要求，一般来说要求11岁，至少11岁可以学的方法，不希望你太小，比如说你五六岁来学那比较太早了，就不建议这样学。然后这个方法呢，不借助工具，不需要任何工具，只要一张纸一支笔，一张纸跟你大脑，这就是所有的工具了，就是没有别的工具，没有不用测纸，什么什么东西都不要，就是一个这么个工具啊，就是几个东西就够了。然后画东西的话，你可以画任何看到的东西，不管是二维、三维。说二维的话，就是说你看到一个平面，你想复制一张画，就是二维的。如果你想画一个物体，就是三维的。你不管是二维、三维，你只要看得到，你就可以画，就不存在有什么局限性。然后整个过程来说是一个科学方法，所以的话就是不是凭感觉的话，所以它也非常高效。
然后从如果你想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它是一种降维打击。当然这降维打击真的是降维啊，从三维降维二维。当然我今天没法跟你展开这个内就是里面一些 detail 就是、细节吧，但它的确是个降维打击。就是因为这个降维打击，所以这个方法就非常高效，非常快，可以学得快，也容易多了。但这些内容的话都在我书里面写了，这是英文书跟中文书，这两本书的话大概这个书的话大概是300页不到一点了，所以所以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 Amazon 可以买到，中文书很遗憾，中文书早就脱销了，所以可能买不到了，也许中国还能买到盗版。当然这些内容的话我在好多国际会议还有一些地方已经讲了，还有包括学校还有公司都做演讲。那现在给你简单看一下一个5分钟的没有压缩的演示，这个是我上课我的初级班第三周的一个很简单的演示，给你看一下效果。当然我不一定放5分钟，今天让你看一下这个我会快进的一下，可能是你看一下我这个怎么画的，大概过程。开始吧。当然看上去跟传统方法非常相近，但其实里面用的很多科学东西，就是我会解释，就上面会解释，这里没有解释，跟你告诉你说它很快很准，但不是任何工具，这工具的话就是大脑，用大脑做的工具。那我稍微快进一下，因为这里你看一下前面几秒钟，现在是前面的前面多少秒？现在前面40秒钟，现在45秒。OK， 那我快进一下，跟你看一下，大概1分10几秒的时候，1分40秒的时候这样子，2分钟的时候是这样子，2分20秒，2分40秒。3分钟的样子，3分多一点，3分40秒，4分多钟，4分30多秒。OK， 最后几秒钟来看一下，这4分36秒，就说在5分钟之内把这个头像给画出来了，而且画的还挺好的。这就是科学方法的一个有效性。然后再看一下，就是说用这个方法去培训的话是什么效果啊？这是刚才提到那个四个学生吧，然后看一下他们通过这个培训。第一个学生，你看这个学生，他是经过18个小时。什么叫18个小时？因为我的课是每周大文课每周3小时，就是说通过6周以后，一个多月以后，他的水平从这个上面这个样子跑到下面这个样子，就进步非常非常快，应该说。那第二个学生的话，应该他是12个小时，就是说他经过4周就得到下面的结果，也是非常非常快的。那后面两个学生是30小时，30小时就是说通过10周课以后达到下面的结果。所以不管怎么说，不管你什么个进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你通过学习，就哪怕你什么基础都没有，通过这个学习就可以很快的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就像你从来没做过菜，没关系，你就按照他菜谱去做，你做出来肯定会做了很高的一个水平。那你可以说是不是只有几个人呢？不是的，就像这张图是我2020年夏季班，就是网课嘛，是。说你这些学生的话，就说他交上的作业，就最后一个作业，我就给你晒一下，你看，就说并不是一两个人才达到一个，就是我叫做成建制的，可以画到非常非常好。当然，有人画的好的话，真的非常好。像第一个，我给你看一下，就有姓林的林蘑菇这位学生，等一下再会提到他，他画出来已经专业级的，哪怕就说学了第一门课，就说3个月都不到时间，可以画出专业级的水平。这是另外一种，就前两天我现在秋季班一个学生，他马上正好是第10周作业完成了。然后因为他文笔非常好，他是记者，就是退休记者，以前没学过画，因为他在我朋友圈里晒东西，所以我就看到就把他拿过来看了，就说你看他怎么说，因为他
他自己觉得自己画的不好，因为之前他也 没有学过画，哎，也怕，也甚至不敢学画，因为他怕学不会。结果学了以后，他不光是学会，而且学得非常好。所以他到第十周画完以后，就把这幅作品就放在镜框里了，他就闭着自珍。当然不是说闭着，真的非常好。那你看一下他的感想，就是他是经过就是这两个不同的朋友圈晒的东西吧，就说他真的是学了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可以从零基础到了那个就画成这样的水平。就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想去看地球的话，如果你想看从高空 看地球的话，你不需要一定要有鸟的天赋，换句话说你不需要有翅膀，在今天来说你只要搭上飞机就行了，就是飞上去，你不需要有翅膀，因为我们今天有好多很多新的科技能够帮助你实现你的梦想，并不是说一定要有天赋，不需要天生有那个有那个技能，不需要的。那看一下孩子行不行？那孩子的话，在这我先给你看这个例子。这个例子的话，这个孩子画学的比较早，因为你看到这个孩子是从五岁、六岁、七岁、八岁、九岁开始学了。但这个孩子的话，你看一下名字就知道了。因为为什么这个孩子学的这么早呢？因为很明显，因为他的名字跟他是跟我姓的，因为我是我儿子，他也是我的方法的一个小白鼠，当时把他做一个第二只小白鼠。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十岁左右，这应该是十岁十一岁不到十岁左右，他可以看电脑去把这个在电脑上一个狮子就把它画下来，就完全可以就是徒手画下来。啊，这时候另外一幅画都是差不多年纪十岁的时候的，啊，这是放在杂志上的一张杂志上的照片，啊，这是十三岁左右画的啊，蒙娜丽莎。啊，这是他上高中，应该是十三岁吧？啊，上高中的一张画，画披头士，这幅画画的非常非常棒，很可惜拿到学校里头被人家偷走了，所以再也拿不回来。这张照片变成唯一一个纪念的，就是真的很可惜，画的很好。因为我那天我正好下班回到家一看，哇，画的这么好，就当场就拍一个照片，就说后来就变成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纪念吧。然后当然你说，哎，我的儿子是我儿子不算，因为我有基因嘛，因为我们中国人比较相信基因啊，什么都有基因遗传的原因。那我当然我也没法反驳你，因为我不能证明出他没有基因，的确是我自家儿子对吧？那我就看一下别的孩子怎么样。所以我到在 UCS 专门开一门课，去年别的孩子，就是说这次专门招一个中学生，十一岁到十四岁的，然后有七周课，时间是21个小时，基本二十小时左右吧，我是这样设计的。然后看一下他们怎么画的。我这个课程全称叫做双脑画画，就是用左边右边双脑同时画画，并不是左脑，并不是完全是左脑，也不是完全右脑，是双脑画画。然后你看一下这个小孩子，这帮小孩子就中学生吧，在第二周的课上做的练习是怎么样的，你会看到他们画的东西就像做数学题一样，因为整个过程来说就是一个科学方法，就科学思维去做的，就一步步去走，你可以走出来。那到第三周的话就画动物了，不就是我们去可以，因为他们也是零基础，所以最简单开始，马上到第三周就过渡到动物。那第五周的话可以过渡到画增生三维物体，就处理物体放在你之前面，我刚才说了不管是二维三维只要看得到都可以画，所以就放在我前面，他们就是放在孩子前面，那么就可以画出来，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物体啊，然后也可以画人，但我们这个人不是真人，因为小孩子没有，我们不用真的模特，大人用真的模特，小孩子没有真的模特，所以的话我们就画那个塑料模特模型放在前面，一样的模型的话只是不能动，所以时间会长一点，那小孩也能画。啊，这是第七周，小孩，这是一个孩子的就那个 feedback， 很多 feedback 就只是放了一个而已。啊，这个小孩子他写的就是说他，你看就培训前后七周区别吧。七周之前他什么都不会画，七周以后画的挺好的，当然还是有不少问题啊。然后他自己的感觉就是他说他是就是说他的成长啊就是 exponentially， 就是非线性增长，就是那种数学上的非线性非常非常快的那种。这是另外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是在我上的是另外一种形式，他是每周两个小时的课程一共上十周那种。然后呢他是前面四周一共八小时，你看看他进步。第一周最简单的开始，因为他也没基础，他从来没去过任何培训。第一周
第二周、第三周到第四周，到第四周可以画出很好的一个动漫，动漫的一种动物了。然后我在国际会议上把这张照片放了好几次，问大家，你们认为一个小孩子13岁的孩子没学过画的，要从没学过要到画到这个狮子，大概要花多长时间的培训？然后下面再有很多是那种或者学过画的，还有的是那种教画的，他们给我的反馈的话，一般是从半年到3年，就是你半年的话算快的，到3年的话当然也算慢的，就也能学会，就是这个过程嘛，就大概这个范围。那我跟他们说，这个孩子学了一共跟我学了4个礼拜，加起来时间是8小时。当然他课外肯定花时间的，但不管怎么说，再多也就是4个礼拜了，最多也就是4个礼拜，你不吃不喝不睡也就是4个礼拜。然后8小时什么意思？作为家长来说，你就说你付了8小时的学费，就是应该是非常非常少的，不要挂3年或者几年的学费，只是8小时学费。所以说第一个困难的话，没有天赋是不存在的，因为你不需要天赋，就你学画不需要天赋，你完全可以学得会，这个科学方法可以把你带到一个就说你很快不需要天赋可以学得会能够学画的境界。那第二个问题就来了，你可以说，哎呀，这个方法是什么？可惜我没有时间，我上班了，我每天朝九晚五啊，还有家庭啊，还有什么什么，对，当然一大堆理由，就是时间是一个，当然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很难情况。但其实我跟你这么说吧，你之所以有这个理由的话，你是觉得画画要花很长时间学会，就传统里面是的确花很长时间，我不开玩笑，花很长时间学会。但现在已经改变了，为什么改变？你想象一下，就像大半世纪之前那个钱钟书那个时候。如果你想从中国到美国来留学的话，你要撑个船，要花个一个月时间在海上漂到旧金山，对吧？那今天来说要吗？因为我们今天有黑科技，我们高科技，我们乘上飞机10几小时就飞到了。你就真的要经常说你前面一天还在上海，这下一天就在美国了。你根本不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因为方法本身已经把时间给压缩了。同样画画也一样。你本来以为要学好多好多年的，现在我把它压缩成一小部分了，可能是10%都不到，甚至还有一个零头的时间你可以学会了。那你还有什么可以说没有时间吗？那具体来说，你说要花多长时间呢？如果方法这么好，要多长时间？我给你看一下，我的要求是这样：如果你每天能抽出15分钟时间，每天啊，那就够了。那如果你上课之前，我需要多一点。如果你上课的时候，如果你能抽出30分钟多1小时是最好的，当然15分钟是保底，15分钟最少的。那如果你说15分钟没有的话，我有点不相信，因为很多人是每天刷微信都不止15分钟，甚至刷抖音一刷就可能半小时过去了，对吧？然后每周的话，上课时间是3小时，最多3小时。换句话说，每周相当于看一场电影、报个韩剧的时间，这多吗？我觉得一点不多，对吧？真的不多。当然这你的时间你的安排，对吧？我不能说我因为你可能觉得孩子多，或者你觉得真的是没时间，这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我有一件事我想说明一下，也挺有趣的。因为我们现在在疫情期间啊，很多人上班走的话，疫情期间是在家上班的，在特别是搞 IT 的那帮人。那这样的话，就你每天省了好多时间出来，就你本来是通勤的，特别是大城市啊，你通勤哪怕单程的话可能就是半小时一小时很正常的，然后来回的话就可能一两个小时。换句话说，如果你把每天通勤的时间给省下来去画画了，那就完全足够画画了，不需要要再去额外去找时间了，已经足够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时间不是个问题，应该是不是问题，完全可以省下这个小时间来画画的。所以第二个的话也不是问题的话，也会不要说我没有时间，完全可以挤出这点时间来了。那可能有第三个问题来了啊，年纪太大，因为有人说我年纪已经很大退休了，或者我没有，我这个年纪已经没法学会了，因为我们中国的有这么一种误解，觉得年纪大就不能学东西，其实年纪大可以学的，如果你身体还行的话，应该可以学。不过我也想说回来，先讲一下，年纪大的话，首先最重要的是健康问题，而不是画画。如果哪怕你有你的童梦，我希望你先把健康给搞好了，因为没有健康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健康家庭是远远高于画画的，把健康家庭搞好以后呢，你再有时你身体好的话就可以画画。就是说年纪不是问题，当然身体是问题，身体永远是问题，我希望你身体第一。那下面给你看两个例子，就是说这两位例子的话我叫老大妈的故事。看一下第一个老大妈，这位老大妈的话是年纪70多岁，应该不小，对吧？
他当时的话他不敢学画，因为他觉得学不会，因为觉得太难了，因为他觉得我没有文化，我数学不懂，我学不会，数学要他以为要数学才能学会。然后呢我在一天就逼他学会，因为他当时在美国马上要回国了，所以我就逼他学，我就你非得学跟我学，他就跟我真的跟我学了。那学了以后呢就他 回中国去了，然后过了几个月，四个月左右吧，这是2013年7月份，这张画就寄给我了。我当时一看傻掉了，他已经到这个水平了。当然这个画给我给大家看的时候，人家说 都笑了，这张画不算。为什么？因为这个老大妈不是老大妈，是我老妈的大字除掉，这是我的老妈，人家说这是遗传，你把遗传基因又就传给你妈去了，所以不算。当然我的妈后来画得非常好，就真的非常好，尽管她学了那么短的时间。这是2016年她寄给我的，是画了我奶奶，然后还有画了一些山水，画的真的很好。他当地我们当地像个小有名气的画家吧，应该当然不是大画家，小有名气的小画家一个，也挺好的。因为这个年纪学画，所以后来的话，我真的感激他。为什么我感激他呢？因为我从小我有个画画的梦，我有个梦。那我的梦的话，是因为他的帮助。因为我小时候想做画家的时候，就是说那个时候他没有反对，没有叫我去逼我去学数学、物理、化学之类的，也当然他也不走啊。他只说哎呀，你喜欢画画那就画呗，当画家就当呗。当然我们家里没有条件，也没有任何我没有任何条件去接受你的培训，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但是我梦还是有的，我有一个梦，所以梦要做的，万一哪天实现了，对不对？所以当时有这个梦，后来到最后我当然我还是这么多年以后在美国实现这个梦了。但有了这个梦以后呢，我觉得最大的我给我妈最大一个回报的话，就是教她，就是帮她也实现她的梦想。因为我妈也有这个梦想，只是说她小时候连读书机会都没有，就是她是上了小学，所以她根本没法去学美术，对吧？也是做了她是做了普通工人而已。但她晚年就退休以后的话跟我学了，当然有点迟，因为我早就想教她，她不肯学。 OK， 所以的话等于说啊又迟了几年吧。不过最后她还是实现她的梦想了，就做一个能够画出很好的画来。当然就说这我妈妈可能说你说不算，那没关系，我们再找另外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的话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叫做那个摩西奶奶。摩西奶奶是好像76岁开始学画，她是101岁去世，就画了30多年吧，对，30年不到。就说她是一个在美国是个大网红，可惜我们很多人到美国以后她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她的存在性，只是听到个名字，江湖上一个名字而已。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读我这篇文章，就是公众号文章，就追梦从不言迟的安娜，她原先叫安娜。但这两个例子可能你们还觉得离我太远了，不够接地气，因为一个是我妈，一个是网红，那跟我没什么关系。那我再看一个例子，大概2年前左右，我在朋友家里面碰上一位80后，有所谓80后就是他80多岁，他是个退休化学老师，在美国，在圣地亚哥。然后他没学过画，但他有这个 dream， 他对艺术蛮感兴趣，就是但他从来没机会学。那听说我的方法以后，他当场就决定我要来学 OK， 那就来学呗。所以他当个通过初级班，就是30小时，就10周课以后，他画成这个样子的。这是他左边是我的，我提供的画板哦，不要样本。右边是他的画，你会看到几乎是画一模一样的，真的是画的非常好。只是通过30小时培训，就这个化学老师不是美术老师，化学老师没学过画的。OK， 当然你可能说，哎，他有天赋啊什么？那我刚才说不需要天赋，真的不需要天赋，只是一个。就是你完全可以学会的。而且我根据他的故事我也写一篇文章，就说你可以有兴趣可以读我的公众号文章。所以说第三条，年纪太大不是问题。当然身体如果身体有缺陷或者身体不够好，的确是问题。我希望身体好的话就不用把年纪做一个这个障碍，年纪大没问题。人家安娜70几岁76岁学画，画到101岁，我想你们在座在听的话没有人，可几乎没有人超过70的，更别说80、90、100，对吧？那最后一个问题，可能说，哎呀，我没有金钱怎么办？因为你们脑子里肯定想到，哎呀，画画要花很多很多钱，要花这个大投资要很多很多钱，所以我没这个钱啊，我可能是指，那这真的钱是一个问题，我必须说钱是个问题，就是说金钱不是万能的，对吧？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这个道理一样的，就是你必须要有钱。那要多少钱呢？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看看我们画画学画需要多少钱，好吗？首先在这之前我跟你讲一下我的培训系是怎么设计的。就本来是美院是4年美院，然后你要学好多好多东西，打基础巴拉巴拉巴拉，然后最后把这个基本画能会画画了。那我是怎么培训的？我是培养你的基本功。
那基本功有什么东西呢？我把它分成三门课，基本功就三门课、你看一下哪个三门课做什么事情。第一门课叫形状控制，就是说你能够把个东西形状给画对了，比如说你要画个人，画个头像，这个头像就叫形状，这最基本的基本功。 OK， 但其实很多人就这一部分做不到，当然我的工作主要是这部分最重要，就是让你把基本功打得很扎实，地形象把形状画得很对很快，这第一部分。那第二门课呢，就是明暗控制，就是你有第一部分有形状以后，你上面加上阴影以后，就变成三维感了，就三维，就是说就明暗控制，就是说我们叫术语叫素描吧，就是说你整个过程来说是画素描，把你素描画好了，这第二部分有第二门课吧。那有了这个做基础以后呢，你可以选第三门课，那就是做颜色控制，就是画彩色的。所以我是有三门课，就这么简单，三门课一二三 ，OK。当你把这三门课都学好了，就掌握好了以后呢，你可以做后面的事情。那就什么是后面什么事情，就创作，你可以去就任何创作，因为你可以想啥想画啥就画啥，可以创作了。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这个三个基本功没有的情况下，你想创作的话，基本是胡闹胡搞。因为什么？就是说你没有基本功，就像你没有走就想跑，没有跑还想飞，那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你去做的话，基本是在胡闹，基本说那种创作出来的东西没什么太大意思，这是实话告诉你，不然的话你会浪费时间跟精力。当你有了这个基本功以后，你可以画各种东西，不要写实啊，就是你可以非写实抽象的什么都可以画，没关系。 OK， 只是后面的你可以做创作了。那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学生叫林摸骨，看看他的情况，他还挺有意思，因为他是零基础，他没有退休，他还在工作的。然后他的话是在上了初级班，上完以后他去画这个大卫，就靠林默这个大卫头像。那大卫是很有名的，就我们中国在中国学术呢几乎全要画这个大卫。那左边这个大卫是中国号称中国第一大卫素描，就是他是一个是于洪的作品。于洪是现在中国中央美院的油画系教授啊，是真的很有天赋的一个画家。那当年他是大一的时候，大学一年级去画，就美院中央美院一年级的时候就画这个左边这幅画，这样画的非常好，是没说的，所以是第一大卫。当然他好像是家庭出身就说画家出身的，家庭就是画家，就父亲画家好像是，然后也应该学了好多年嘛，不会说学一年就去考美院的，一般中国的话就从小开始学，学到18岁去考美院，基本这个样子，就学了好多年了。但我们这位同学生，这个林摸骨学生的话，就是说他是搞文学，事实上他没学过画画。然后他是从七月份，今年就2020年的七月初开始学画，上我的课的。然后这幅画是大卫是9月28号画的，就是说3个月都不到就可以画出这个画来了。但可以想象，这两个当然画还是有区别的，就是当你会看到真的是相差已经不太大了，真的是进步非常非常快，你可以看出。换句话说，这位林摸骨同学省下了多少时间跟金钱，你下算一下就知道了。就是说本来是个多少年的，现在只要几个月就可以做到了。再给你看一算一笔账，就是说如果你再想一下，我到底我的追梦要多少资金才可以追到梦呢？那我给你看一下，首先看一下比一下吧。在传统美院是什么学的，如果你去在美国你上美院的话，如果你去进去上美院，让你进去不一定进去，如果你进去上美院的话，你学4年上大概4000个学时吧，你的花费费用大概是12万到20万之间，就是大概这个范围之内，一般情况下。但当那个这个钱我估计很多人是付不起，我既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金钱，这真的是太贵了。但我再反过来算一下，万一把这个4年降为4000学时，降为2000学时，降一半，那费用降到8万，大概一半，你觉得你能够承受吗？我估计很多人，绝大部分人可能说我还是承受不了，因为太贵，8万美元啊，这不是人民币，8万美元是挺贵的，2000小时的话也是挺长的。但我们再做一个降下来，如果降到10%，换句话只有400个小时，1.6万美元行吗？我估计好，不懂你说这不错，听起来可以，我可以1年或者2年可以把它完成了，应该不是太大问题吧。那我在想，这次还可能再往下降吗？如果5%怎么样？200小时，8000美元。我想很多人是天了，这太好了，200小时8000美元，这是应该是很就是非常非常可以affordable， 就是你可以承担的，对吧？
那我在我因为我对我来说，我还想把它进一步去看看能不能再往下降的这个事情，能不能2.5%再一半了？一百小时4000美元，你可能说是不是开玩笑？一百小时讲话那么好吗？4000美元当时很便宜，因为4000美元对很多来说只是个卖个小孩小女孩是个买个包包的钱，对吧？4000美元真的不是做一个做一个人生的梦的话，应该是挺便宜的。那我对我来说，我一直在尝试能不能再往下降呢？啊，当然看再往下应该开玩笑，你不能一直往降到零，对吧？如果降到1.2%，我再一半的话，就50小时2000美元，我想没人会相信，因为这50小时太短太短了。2000美元啊，当然这个钱是已经很便宜了，就是说，感觉好像一个 killing。但事实上呢，没有跟你开玩笑。我看一下我提供的一个培训方案，就是我现在是三门课，刚才说过三门课，一共加起来现在是全球直播啊，就是直播网课。青少年版的话是一共60小时，也就是说20小时一门课，一共加起来60小时，费用的话2000不到，就这么简单。当然比50小时多一点，时间上多一点，因为50小时我觉得还是太短了。对成年人来说的话，因为小孩子有的可能是屁股坐不住，所以我成年人会时间稍微长一点。成年人是90小时，就是说在就3小时一周上10周，就是说三门课，一共加起来90小时，费用的话也是1000-2000块不到。这应该是非常怎么说呢？应该是非常低的一个 cost。就是说90小时，我估计几乎每个人都能付得起90小时上课。然后这个钱的话，应该这是一个我怎么说呢？真是一个零，这是每月的零头的零头，真的是你算一下，时间来说是每月时间的2.25%，这应该非常低了。那个学费用来说只有1.07%，几乎就1%啊，就是真的零头的零头了。现在是你去追一个梦，你觉得值吗？我觉得个人觉得是非常值的。就你算一下，你能够追多少钱，多少 cost， 对吧？你的性价比，你的。是不是挺合算？应该是非常高的性价比。当然，这是 group 课，不是一对一啊，也不需要一对一。就一对一的话，费用会高多了。但是就说你是能够付得起的。然后这个比较，你可以看出，就说以前那种传统方法学的话，有点像乘个帆船啊，帆船从上海慢慢去跑到那个加州，这个过程是很缓慢的，就时间上很长，那费用其实也挺高的。啊，尽管你可能说单价费用不高，其实加起来是非常高的费用。那今天来说，你不需要这样子，因为什么？你今天来说就跳上个飞机，19小时就到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有大的区别，就轮船跟飞机的区别，不是一回事啊。就当然就是我们想做的是一回事，我们达到目的地，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今天来说的话，你这个 cost 应该就是说你的金钱不应该成为一个理由，因为你不是乘帆船慢慢去渡了，你是乘一个很快的一个飞机。很快到达目的地。那今年的话是2020年，我们知道2020年是发生了好多事情，就是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说都是可能会坏事多于好事，甚至但也有人是有做了很多好事，是我们叫对冲人生，就是说你坏事的时候，我又发生一些好事情。那看一下左边这个图，左边这个图是一个10月份开始上课的初级班学生，刚刚完成，刚刚前几天完成那个初级班的他的作业，他第10周作业，他的。你可以看到一下，他是第10月份开始跳上这个飞机，到现在已经到这个水平了。那中间这个图的话，是更再早3个月，7月份就开始跳上飞机一个人，他到现在是中级班正好完成，他画出是这个样子，已经真的非常好。其实这幅画你不是在通过10周，其实是中级班中间有第4周就画了，是第4周的作业。那右边这张图的话，在更早3个月，就是今年年初4月份疫情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人就跳上飞机，就开始。这个旅行呢就开始追梦了。那到现在来说正好是刚刚前几天是第10周完成了，所以他3门课都完成，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的完成，他可以画出很漂亮的彩色画，就是这个风景画可以画得很好看。所以的话就说这个就你去做的话，就是你去不要去犹豫去做的话，你完全可以做得很快。所以说特别在疫情期间，就是说如果你还在抗疫的话，你还在找理由的话，真的不应该，因为抗疫期间你真的是有很多时间，就是你很就是完全可以去画画，用把这个画画的幸福去对冲那个这个叫我们2020年的一些灾难或者遗憾吧。所以你想追梦的话，我希望你能够去想一下吧，就是说你其实你每个礼拜只要花一场电影的时间跟我去上课，然后花一顿饭钱的一顿晚饭的钱。当然你的生活你选择，不是我帮你选择，你去选择，你怎么选择就选择你的生活。我希望你大家都想到一个圆这个梦。
那有的家长可能会问，哎，这个学小孩学画怎么办？我大人可能不用担心将来的事情，那小孩怎么办？小孩要担心这个未来吗？其实我也告诉大家，小孩学画不要担心未来，为什么？特别在美国，因为这个市场还是蛮大的。我给你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是国内得到的，不是我版权归国内原著者所有啊。这张图片不过我加了一个东西进去，就左边叫个 technical artist， 这是但比较我解释。首先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学画画的有好多专业，不同地方可以工作，就是各个好多好多，就像学数学或者学物理一样，不光只是一个教书，就好除了教书以外还有好多工作可以做，一样的道理。就画画里面可以好多从建筑设计美术艺术就是评论啊什么很多很多方面。其中还有一个很新兴的就是 technical artist， 因为这在美国有，中国可能还不太有。因为我在大学就教这个东西的，教好多年。那什么叫 technical artist 呢？就是说他首先他是 artist， 就是他是画家，然后第二呢是他 technical， 就是说他是既是画家又懂什么，又懂 IT， 特别是 IT。 为什么 IT？ 因为我们是做游戏的，现在游戏或动漫里电影里面都是要做去做技术都是搞电脑的，所以你必须会电脑。所以我培养这些学生的话，就是说你是 artist， 你会画画，但是你同时会编程，就是用编程去做画画的事情，所以叫 technical artist。 所以这一类的话在美国是个新兴的行业啊，还是蛮需求蛮大的一个行业，当然将来的话可能会更大。那它优点就是什么？它会做两个都可以做，比如说我们编的游戏，我们这学生包括我自己一样，我们编的游戏的话我不需要第二个人自己，我一个人就可以编。为什么？因为我可以从游戏设计开始，然后做 game design， 然后 game art 就是画画，然后 game programming，然后 publishing 就是一条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就是说这种 technical artist 的一个功能吧。当然公司里的话你会做一份工作，不是说你就做全部工作的意思，你可以做好多工作。就是说这个学画职业的话不要大家不要限制说，哎呀学画以后当以后就到这个街头去画画帮人家卖画卖那么几块钱，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好多行业其实好多好多工作。当然说了这么多的话，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action， 你必须要有行动才行。如果你没行动，光听懂了什么都没用，你还是重复你去年的或者前年的那个样子，所以你还是一个梦，还是个梦，变成白落一个梦，只是个梦而已。我希望大家把这个梦实现了，那实现过程就是你怎么去实现。那我跟你讲一下我是两个一些课程吧。从下个月一月到三月的话，我有成初级班，这个初级班是应该是礼拜六是我们西部时间是下午，东部时间是晚上吧，用中文讲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是中文讲，专门用中文给中国人开的华人课。然后的话还有一个是小孩课，但小孩课的话在美国是我用英文开的啊，这应该是礼拜天的早上，我是西部时间早上，就是 anyway。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去扫个码就行了。那万一如果你听这个你看到是录像的话，你可能说正好是错过这个时间也没关系，你只要把这个二维码扫进去，我这个二维码不变的，都是报名的二维码，你可以看看你下一期是什么，就你赶不上这趟班机你还可以赶下一趟班机 OK。 但你不要等太久，因为以后万一我没有班机怎么办，对吧？你要知道我的班机不会是永远开下去的，所以你要最好赶上，是就不要拖迟了。那现在回答一下大家听众问题，我有很多听众给我很多问题，我放了几个问题在这边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因为现在画画人挺多的，并不是我是唯一一个人，就你可能周围好多好多学画画的老师啊什么，那为什么跟我学画？你可能问，为我在远地，我在外地啊，外州啊，我是外国啊，干嘛跑到我远程的去跑到要去登陆那个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去学这个画？我跟你说，我教画并不是完全只有教画，我是教还要教思想，特别对小孩挺有用的，因为他会把科学跟画画结合在一起，不光是教画画，因为让你告诉你为什么这样做，然后科学上有什么根据，让你学到这个思想方法思维方式，这很有我觉得很有用的。那另外一个层面啊，我想很多人学过多读过大学，你读大学的时候你没想过你的上课老师是那本教科书的作者吗？我想绝大部分情况是不是的，因为概率大概只有十万分之一，甚至还更小，一般不会是。哪怕即便是的话，即便是作者，也不一定说这个作者是发明的里面的东西，只是他重写了一本书而已，对吧？就说你是既是作者又是发明者的概率是非常低的，相当于你要学力学，你要跟牛顿去学力学，你说概率是多少？这真的是几乎是零的。但反过来你想学画跟老我学的话，因为我
我的书是我写的，这个方法是我发明的，所以 你相当于跟一个作者跟发明者同时 在学这个东西，就是你拥有，你两者都拥有，所以这个机会是挺难得的，跟人家不一样。那第二的话就是画画多长时间，我刚才说过了，你最至少是五分钟每天，那最好的话上课期间最好 最好每天有30到60分钟，但我不需要太长，不需要你说 两三小时，不需要 OK， 这样的话就反而影响你生活了，我不希望这样做，也没必要。那 第三个、小孩子 有人说我小孩子家里面有几个小孩能不能够上成人课，答案是不应该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成人课的话从内容速度的语言都不适合小孩子，他挺快的，所以我希望你小孩子就上小孩课就行了，我有小孩课。哎呀，你刚才我讲了这么多例子，可能说你如果觉得是、成功的例子，有没有失败的例子啊？我跟你这么说吧，肯定有，因为任何再好的方法也不能保证100%正确你就成功，但失败有失败的原因的。我跟你总结几个两个原因，因为当然失败的人很少，首先是那原因的话也是基本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工作家庭身体各种原因就拖课了，没做作业，那这个当然是个 这是致命的原因，就是说如果 你课都不能来上，或者作业不能做不做，那我就没法教你，因为 我嘴巴教你画画是教不会的，对吧？ 你必须要动手，是动手课，不是说嘴巴课 OK， 就是不是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原因的话很简单， 你不做的话肯定学不会。那第二个就是说啊，我也上课了呀，啊，我也是作业，但我作业是匆匆忙忙的，这倒是就临时赶出来，这个效果不好。如果你临时赶的话，跟那个每天做15分钟练习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你临时施展完全是就有点像糊弄的感觉，所以那个也容易失败。跟你讲也容易失败，并不是我不是说一定失败，只是说也容易失败，这两个是最大的原因。如果你这两个都不会做的话，换句话说你说我每天肯定会上课，肯定不会拖课，每天肯定做作业，肯定会注意多于15分钟，可能我能保证我30分钟或者保证1小时，如果你能做到这点的话没问题，你肯定能成功，肯定能画成功，不会错，因为我这么多本教下来了 OK， 没有问题。那另外一个我能自己看书学习啊，这个选择项的话对中国的话，如果 你目前正在大陆，因为大陆是我目前唯一没有开放的地区，如果你在大陆的话你只能看书了，我没办法。但如果你在大陆之外的话，你干嘛不去看，就干嘛不上课呢？就这么说吧，如果 你想成为哈佛大学学生，你是 去哈佛读书呢，还是去哈佛那个书店去买本教科书在自己家里看哈佛的书呢？你说哪个能够成为哈佛学生？我估计肯定是自己看书的话 看不了，如果看得了的话哈佛也别开了，大家把这个教科书买一下，教科书买什么地方都买到，你教科书买一下自己家一看，从哈佛毕业生，哈佛博士呢，我想这概率等于说几乎零，我不知道，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例子。所以的话你有机会的话干嘛不去上课呢？因为上课能够节约你大量大量的时间，但除非你说我时间不值钱，那我没法说了，因为这个每个人的观点可能不一样。然后有的 加州、啊、或者圣地亚哥、朋友问、以后有没有线下课，他们喜欢线下课不喜欢线上课。那很遗憾，因为我现在的课程的话 是等于说我说过了，是全球化了，所以我就不会再开线下课了，我都在家里通过线上的形式开课。如果你们还有其他问题的话，欢迎微信咨询我的微信是写在这里，你大家看一下微信，你可以扫码去加我，你加的话最好告诉我你是什么情况、你不能加了以后什么不告诉我，然后我也没法帮助你，对吧？就 很明显。然后我还有微信公众号叫做左脑学素描，你也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然后就要加上我，或者去搜一下就行了，就左脑学素描，然后这是我的头像，你没变的，所以你可以加我，里面好多好多文章，还有好多那个就是学画的一些学生的情况介绍，我相信你不会失望，你去读一下很多情况。 Anyway、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谢谢你的时间， 你花这个时间来听这个讲座，我希望、有这个机会，有某一天有这个机会把你带你一起去，就帮助你去实现画画的梦想，好吗？谢谢你，再见。